们新来的彩票进入现场，现在是买彩票。各位朋友们，购买福利彩票，您获得方位的面比较大。因为现在我们虽然福利彩票发行的时间呢初长，刚刚开始发行，但呢两个长安电动车，说长安电动车再往上的重点符号就是方位。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就是从创造生活、改变家庭，就靠我们的体力、智力跟技术。靠拼搏，靠拼拼。说购买彩票，你得流点汗水，你得投入点钱，你做买卖还得投入10万、8万，开饭店你也投入资金，买彩票也成的。但这种投入是红色的消费，利国在利比之中。说这正是给福利一次机会，给百姓一个惊喜。有钱怎么花？我想啊，先立己来，还得为国家。西安伤肺，喝酒伤胃，桑拿太贵，到歌厅高消费，打麻将赌博你干扰社会，买点彩票经济又实惠。说彩票一开，好运飞出来。好，老杨请上车。这个车呀、啊、刚才属于啊国有资产，顷刻之间就是老杨的私有财产，神圣不可侵犯了。请问呢，你买的，你跟你妻子来到彩票交流现场，用来多少张福利彩票？多少钱？30块钱。马学平，铁西的。这咱一看心也敞亮啊，铁西区魏公南街22-5242号，张学平，男，汉族，63年出生，披红戴花，就像他名利双收，高兴不高兴？高兴。学平啊，美不美？美，美，美就是美。不买也买，为福利事业奉献爱心的人都买。学平，你的家我看着也是在咱们区内住，请问你呀、啊、上没上班？怎么呢？说你呀、啊、上没有上班？我没上班，放假了。放假了，是放半年呢还是放？都放10多年了。哎呀，这假放的也太长了，放的好啊。干点什么没有？在家待着呢。在家待着，那你抓彩票钱从哪来呀？总待着啊，借的。什么样？一看，咱这儿，这朋友一看咱呀，一看南方。